家好，我是卡米拉。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米拉。洛杉矶的 Westwood， 感受一下很多留学生们在这个地方它是怎么样的。Thank you。哇，进来了。Hello, hi guys。专门把学生们从各个国家带到了这个英文母语的国家，在当地去学这个语言，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来他们的课堂看看。我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课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刚刚我们做完了一个听力，现在要填空。好了，我刚刚从这里上完课出来，给我的感觉还是蛮好的。哎，这里有乒乓，看一下我的技术。Are you famous? Are you famous? I don't. Yeah, I love you so bad.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city. Good luck. I think we will see you again, maybe. Yeah, maybe. Okay, so good luck. Thank you. 什么根本就是搭讪？没有搭什么讪，我们继续看学校吧。被搭讪？是个小弟弟，好不好？搭讪啥呀？我还可以骑马，然后还可以看棒球赛，还可以去沙滩。这是这一周的 activity， 那么下一周还有更多更好玩的 activity。 我觉得他会还蛮细心的，他给每个学生列的课程都是根据学生的需要去定制的。我们现在呢要去看一下 Kaplan 在 Westwood 的宿舍，在洛杉矶竟然有25楼。这座宿舍的名字呢叫做 Barrington Plaza。 这是宿舍吗？亲们，这是一个套房，这也太疯狂了吧。来看一下房间，这房间真的很大。然后房间里面还有一个卫生间，刚刚在那个外面客厅那里有个卫生间，所以这个公寓还蛮大的这套房。哦，我觉得住这里真的太幸福了。哇，这里还有个阳台。不是吧？因为我在 LA 这么久的时间，我从来没有站在这么高的地方过，我现在有点不能相信我现在站的地方。Oh my god！ 什么情况？宿舍有游泳池，这个是宿舍的爆炸！宿舍楼下竟然还有健身房 ！Oh my god！我觉得在这里的学生实在是太幸福了。我真的是希望我住的地方也有一个免费的健身房能给我用。它就是酒店式的管理，每个星期都有清洁工过来帮他们清理房间。啊，好了，我现在已经羡慕透了。我们现在呢，走在 Westwood Boulevard 这条街呢，是整个洛杉矶最繁华的地区之一。无论离 Santa Monica Beach、好莱坞、比弗利山庄都非常近，非常方便。前面呢，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剧院，叫做福克斯村剧院。听说很多明星都会跑来这边看电影，还是参加活动。我们来打一个卡，我们去 UCLA 那边去吃个午餐。第一次来 UCLA， 终于找到了这只传说中特别特别牛的熊。听说摸了这只熊的右脚就不会挂科。我觉得这
不是个小卖部，这是个超级大的超市。哎呀，这帽子给我太大了。终于到了要吃午餐的时间，我已经饿得不行了。一碗沙拉 DIY 的，它是$9多。现在这个暑假走在 UCLA 的校园，其实是蛮舒服的，因为没有多少人。听说这栋楼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这个是图书馆。看到了图书馆，不能说话。哇，太漂亮！这是图书馆吗？这感觉看上去像是博物馆。给大家来一个 ID 茉莉转圈圈。这就是所谓的大楼梯吗？ Yeah. 听他们 UCLA 的人说，在这里读完4年，每个人都会有蜜桃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天都要爬楼梯。人家蜜桃臀是从下往上走，你从上往下。我们现在到了他们的体育中心。Summer Camp 篮球夏令营。UCLA 的篮球场，然后现在这边有一个篮球夏令营之类的，所以他们在这里训练。大学校资源就是好。好啦，我们现在就已经结束了今天一天的行程，终于到家了。这原来的路程大概只有30到40分钟就够了，开了1个半小时。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米拉。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我又要跑去一个地方，就是环球影城。我刚叫了车，现在在吃早餐。现在已经到车上了，一定要注意充电。我现在已经到了 Universal Studios， 现在要寻找我们 Kaplan 的小伙伴们。环球影城进来的第一步就是这几年刚刚立起来的一个墙，这个东西这是必须打卡的，在大家还没进去检票啊安检之前，记得在这里先打一个卡哟。这是我们刚刚打卡拍的。去里面买票。Different ticket. I have a Harry Potter. Kung Fu Panda is perfect for me. 每个人的票上面都是不一样的。看我走在红毯上面，大家来一定要走红毯哦。是因为人非常多，要怎么样聪明的玩 ？So to avoid the crowd, we want to go to the end and take the first ride downstairs. That way, when we do a reversal, 就正好错开了这个拥挤的时间段。Hey. Hi. Hello. 实在是太热了。那个冷气吹下来，哦，好舒服啊！看到这个 Simpson 的时候，大家就往这边转，就从这楼梯下楼，楼上先别玩了。因为它是一个过山车，然后呢，如果带着包包会比较危险，所以我们要把包包存在这个地方。妈咪，你点到我了？谁告诉我来的？Freedom Fighters！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水世界，这是一个秀场，大家来 Universal 一定要来看这个水世界。好热啊！一定要看的。然后这位是拍的。Yeah, water. Oh no. Yeah. Oh no. Oh yeah. This is nice, but not the camera. Thank you. 现在已经到了中午12点多了，买了一个香蕉，带的坚果。我们现在要去 Studio Tour， 我每一次来 Universal Studios 都必须要做这个。现在我们在 Inside the vehicle at all times. Need any assistance? The studio is private property and in right now. And this is also where they film Three of the Ghosts. 实在是太帅了！我们终于已经到了哈利波特的门口。我们排了1个多小时的队，我以为马上就要开始做了，结果我们又来到这边，又要开始排另外一波的队。Tempo, te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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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o.
Hot fuel, open the beach club.现在我们在 Universal 最有名的餐厅吃汉堡，这里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刚刚买好了汉堡，然后这根本没位置坐，我们只能去楼上找了。哎，这个汉堡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大个，所以呢我们最好去拿个刀啊什么来切一下，简直太大个了。这一份已经到了，这是我的 veggie burger， 拿叉子和刀刀。好啦，这就是本期的 Kaplan 美国游学记，感谢大家跟我一起逛了洛杉矶，谢谢观看，我是卡米拉，我们下一期在波士顿见，拜拜。